大家好，我是婆婆，今个俺老大兄弟在屋前回来了，来这儿看看，我去买点菜。走好啊。买个末日，买个粉丝，他交代一次粉丝。加多少呀？个六七十块钱，多少钱一斤？多少钱一斤呀？混搭着的事儿，咱自个儿嘴里。我不知道。你这。里脊咱卖的是什么肉干？里脊肉咱卖的是猪排，Thank you.